没关系，刚刚看到凯哥什么感觉？没啥感觉，就是觉得已经看腻了，你就去玩玩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其实比他还好很多？真的，有时候集美是比男人好的。对呀、啊。觉得他追不上我，我觉得他追不上我。要我是他，我这一路我就先去打工挣钱去，要把你赎回去。哎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就你看我们这些，怎么可能把你放走呢？20块钱你肯定赎回去。对啊，20块钱，20，他得去打工。啊，最后一盘应该会给他一点点机会啊，让他跟你见一面，还是要见的。可以申请一套指压板走廊吗？啊，哦，可以哦。最后申请一条指压板走廊，让苗苗站在走廊的尽头，只要凯哥可以对走过这一条，这样才懂得珍惜嘛。这么难追到的老婆才会好好珍惜。就是就是，那指压板不够吗？指压板不够，耍我是吧？让他再去买一点花啊什么的，营造一些浪漫的气息。营造浪漫的余味，我害怕要再见，永远你就永远是全世界。现在你不要去想，不要想他就好了。拯救我的发型吧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头发是搞不好了。如果现在把我的假发薅下来，会不会很吓人？我觉得没必要薅下来。那我现在有点就是乱的，需要整理一下。但是对，太混乱了，不代表它本身不好看。这样也还行。想把它薅下来。要帮忙吗？别想薅我头。Amanda，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，Amanda？ 不想营业了。最初觉得可能今天就是类似于情侣特辑啊，对吧？每个人有一个女搭档啊，然后我的搭档就是我老婆，然后我们一起做任务，完成任务，最后在一起撕名牌，开心完事儿啦，就这样。没有想到今天那么特殊啊！今天这样确实让我挺意外的，节目组真是用心良苦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特别开心。那最害怕在节目里发生什么状况呢？我老婆来了。就是刚才那种那个默契大考验，我觉得就挺考验的啊！万一出来的答案完全不一样，会很尴尬。最可爱的时刻，我觉得他都挺可爱的。对，他认真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钻研很多事情的人啊，包括自己在家会学英语，自己会给孩子做衣服啊，自己会做蛋糕，自己会做很多的东西。对，他教会了我沉下心来在一件事情里面去研究。
有史以来当电灯泡最久的一次，很甜嘛，确实是很甜，就是默默磕糖吧。其实吧，也不算是强行塞狗粮，因为都是自己想看到的。我觉得肯定是他先主动的。嗯，当时，哎呀，算是我主动吧。男孩子应该主动点啊。